Welcome to my company, Taiwan Power. 我是陈嘉盛，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。来咯，开关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。它现在这个啊是自动快慢车，这个强制快车最安静，最吵就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就是它的慢车。它这个有里程，不是里程，时程。这个时间多久，它会跟你讲的，到时候才知道保养。它这个超载的时候会跳脱。它这个可以接手机充电，那个 USB。它这个可以插12伏的那个小颗的电瓶可以充。然后现在啊，我们都接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插上。目前你插进去供应是什么东西呢？电池。电池。360A。这个露营车这样子花起来多少钱？130，150，差不多吧。150是包含车子吗？全部。150全部都有。行李箱的，上面行李箱的备个行李箱。负载的时候啊，它就是会让你高速，让它电压达到110。那现在你的充电机再来给电瓶，一个要充那个电池，它要360啊。到多少你也有视窗看得到的？有啊，16%，现在是16%。现在16%。16%，那个右上角那个屏幕，对不对？
一个月就有一次了。因为我打算这个露营车它不是本身有锂电池哦，那你就是出门会玩很多天呐、啊，所以锂电池不够了。锂电池容易二十个小时，锂电电池三十六A 啊，360安培啊。安培我买呀，安培360A。哦，那就是安培 ，A 等于安培。360安培可以供应两天呐、啊。啊，你不能够让它每天再充哦，因为锂铁电池啊，它就是它的寿命，不要让它低于一半比较好。哎呀，它有多少个电池？到了，不让你用。这个就是最大声的了，它现在的声音就是那个负载中的声音，转速高啊！哇，这个是没有这些。哎呀，这个地方。哎呀，哦，瞬间变很小声，它要是没有在负载的呀。啊，今天过年休息，我们服务好不好啊？礼拜。哦，谢谢啊！我还因为哈、哦，是，我就是在那个像发电机，是，啊，因为我是从发到这里到那啦，对啊、哦，发电机，发电机，你没做这样，对啊、哦，对啊、哦，没有做嘞，是，做外头干的嘛，对啊。把你等住啊，等洗干，长时间使用就是要用买的，啊，短时间使用就是用租的。所以你这个有长时间使用，就是建议用租的对我们比较好，啊，对你不好，哦，要用买的对你比较好。那这样子，从到现在要再看一下，刚刚16安培啊。哦，没那么快啊，因为它360，哦，现在有17%了啦，有增加1%了啦。简单说，应该也要充个5-6个小时。右上角，啊、哦，有没有右上角？刚刚16，现在17呀、啊。因为我这样越大要越慢，啊，然后这里照一下，哦，使用的时候啊，电线不一定要把它拉直，哎、啊，不是、啊，一定要打开。不能够卷在一起，会形成电阻，啊，电线会发热。以电流越大，越是必须要这么干。没有，后来被录音出来才听到。对呀、啊。以现在我们室内空间这样子讲话，它的分贝是不大，但是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啊，深山野岭。很安静，它、啊、很安静，睡觉啊会吵到啊。哎呀，那这样子都讲完了哦。那在里面8公升，哎呀，你就是在买那个油桶的，到时候不够再接啊。那个是谁？大约6小时。哎呀，我不是，他现在有快车，哎呀，一直慢快车。我不是电脑，我是人脑，所以我要确认一下。啊？
快车，现在是自动快慢车，它侦测到有电流，它是快车。然后现在的声音，它就是等同在这下面，它是目前已经强制快车中，不是自动快车中。往前开，它就是自动玻璃的，不用再用天车还是什么机具了，很赞。哎呀，玻璃铁轨，160全部都弄到好还是？哦，这台货车跟我的一样的呀，哎呀，也是韩国的那个。哦。手牌的对于我比较喜欢的女生有在开啊，难怪啊。啊，你旁边那个是投影器要用的那个车边站，哦，站好了才硬甩啊那样。好，我知。啊，个人空调开，我们也有在录影啊。那你那个布袋就是固定在那个货车上面的，才不会它不见的。那这样子录影结束了。